平时去日本想食碗鳗鱼饭最便宜都要200-300元，但在日本出名以平价食鳗鱼饭的专门店明代宇来最近就登陆香港，只要100多元就已经吃到很高质的鳗鱼饭了。用臂长炭在店内即叫即烧，将每块鳗鱼烧到微微焦香。招牌必食一定是双层鳗鱼档，两块鳗鱼厚身之余又烧得够焦香，饭粒就是选用日本奇肉丸的米。在12月17日至19日正式开业期间，另一款68元的鳗鱼档有买一送一优惠，每日有68个名额。另一款必食就是鳗鱼饭三食，有3种不同食法，可以先试原味，再加 wasabi 一起食，最后加茶做成茶渍饭。除了鳗鱼饭，另外还有很多同鳗鱼有关的小食。